就划得来。划那块划不来。那个花旗明天打水泥打那个地板呀，铺在上面呢，打钢筋那个。这是为了节油开车，相当于钢筋。慢点，戴个手套嘛，都还把手给了钱。手套只要你爸爸的，用了用了他丢个了。他那个还技术，你爸爸还不得行。弄竹子来当钢筋，第一次听说。这是沙坡回收焊，能够给它抹光滑了，好扫地那些。
烧一些的时候，你把它。